可以外带吗？啊、外带。我要。分米加米粉。好。诶，几粒米，几粒米粉。哎，肉跟桂圆干五。没有。哦，没有，好好，那那各一个对，一个肉跟面，一个肉跟米粉，外带。米粉加一碗。也可以再单独买干。哦，也可以吗？哦，那。那三碗，那就一个肉跟一个肉跟面，还、啊、一个肉跟米粉对。好。三个。希望老爷喂。啊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你拿到前面来。林场肉羹跟宜兰罗东这边非常有名，做名林场肉羹，南洋美食。买上外带了，买上外带哟。九五加满，加得到。你觉得九五加满特别多？你这个可以骑多少？200多公里应该可以。不是啦，我说它的时速。时速299。299。哎，对对对。我台湾没有的车骑。299。极速299。像高铁一样，公升级的。但这台买掉好多了，二手的现在30多有了。30。哎，对啊，如果新的要60多。60。全新的，啊，中古的会比较便宜，一年掉8到10万。对。哇，这个蛮好看的。哎，谢谢。这台是什么 ？MT 一零。啊 ？MT 一零，这是跑车 R1 的引擎。哦。哎 ，R1 的那个街车版。R1。R1 一个月应该都知道，对。你要降价吗？啊，你要降价？好好好，现金降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可以买一台圆梦。我踩不到。好，这个踩得到。升16多，单脚也可以啊，单脚一边。不是他坐15吧？哦，也可以啊，单一边顶着，啊、一边立着，可以尝试。你不过16，我那我第一次，我第一脚踩的那个。然后一脚踩地而已，好不好？我地也没有两脚。这台都原厂的。哎，对，好帅。没车，你要跨也可以，要不要跨看看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拜拜。
六月。听得到声音了哦，好 ，OK OK。刚看到那个南苏花改的隧道，长隧道看得堵了，还要等到明年六月，现在就该试办了。现在南辉改多试办重机多安全，我还要骑这个雨战旧苏花，等一下也不知道会遇到大车嘞。我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吧，就直接一路直播到我们那个民宿那边了哈。我们来看看旧苏花公路是否真如政府说的超安全。
Thank you.
快超车啊，不要在我后面，危险。
袂著路咯，哦，我想吃肉羹啊，临场肉羹，放到要凉了。够强的导航网，这样的路你都导得到、哦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耶！哇、哦！喂喂喂喂！哇，总算到了！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停哪边停？我们的嘿，动神机车嘞，嘿，停在那个拱门旁边，我在摩托车前面，停下也可以。好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爱在南方澳，这个屋檐下不会淋到直播吃播，不错啊，这108淋蛮顺的。先淋几下鱼汤哦，先开个胃。先加鱼汤哦，这个南方澳的鱼啊，赞嘞！这个等一下再开一包肉跟面。一包肉跟汤，还有吃好吃，买一包肉跟米粉。大卫骑士准备开播，对，满满龙骑位先喝一口，龙骑位鱼汤先淋进去，赞。哦，姜丝味噌，然后南方澳的鱼，能哦，就算能哦，那个肉一样不会柴哦，哦，不会干干的，加赞。有点，我的鱼好像运动了，有点在吃鸡肉的感觉，哇，嗯，嗯，对，这样鱼我平常说比较不吃鱼，为什么？因为鱼刺很多，它这鱼不错，虽然也有鱼刺哈，可是它这刺是很大一根。就比较粗的，这个粗的鱼是这样比较不会去误吞、欸。基本上这个鱼刺哦，那个你很难把它咬碎啊，很硬啊。所以它如果大越大根，我越好把它吐出来，这样就很好吃。哎、欸，玩具来了，嗯，很丰盛，满满人情味鱼汤，对，哈。这第一波等下怕吐，临场肉羹排超久，哇、哦！舒服，然后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啊！他那个解毒好厉害，打起来啊就外带在包背包里面这样游啊游拢无啊。第一包肉羹汤来了，哇！宜兰的林场肉羹，森林的林啊，
啊，场地的场，林场肉棍，哎、欸，这样看得到那里吗？有看应该看得到。哦哦哦，好大块的肉块，你看肉跟这个不太一样哦。它其实刚好是一碗的量，对，都刚刚好。重点是不要把人家用脏了，是最重要。那刚刚用辣椒，你看林场肉跟的肉跟是这样的。长长的，我以为是那个一块那个稠稠啊那几条哎，它是这样一哦一块肉块这样，哇，我、这种大肉块好爽，超爽，那里脊肉呢，小等的啦，哦。开吃开吃哦，嘿嘿，要吃就暗顿来做来吃，肚子饿了吗？很多，这一碗里面超多肉块，小一堆。你刚里面店家已经坐满了，那坐满就哦没位置，没位置，门口也是有点红线，所以。马不好停了，干脆外带回来吃。哦，那一块一碗少说十几块肉羹，跟他蘸的。第一碗是肉羹汤，再来肉羹面，腰嘎哇！三碗哦，当年客为一碗肉羹面，肉羹单纯肉羹汤，肉羹面。咪啦，拢是咪，我在摸完哦。他刚肉羹汤刚好倒下去一碗，要去钓皮鱼，剥皮鱼哦，哎，没办哦。你讲南澳，还是你要去钓，要钓一摆哦。刚好吃南方澳鱼汤，很赞。等下记得吃一碗宜兰的林场肉羹，哇！要席地而坐啦。嘿 ，Hello，Hello， 王弟，嘿。林场肉羹，我你看一百斤偌大滴，哇！等一下，上面都变满面粘连，我先吃一口。百斤加多滴，哇！它是那种里很像里脊肉那种肉羹，还有更长的，我找一下。加等，哦哟，很多块。一碗超多块的，然后一碗才多少？40还45？哇哇哇！它、肉跟一般的不一样。40、45？哇！这边光线应该比较亮哦。哇，舒服哦。虽然拿回来。叠背包里面起来去的呀，完全没有流出来，完全没有流出来。哇，第一把，哦，还有一碗呢，三碗肉跟米粉加沙嘛，加汤菜。现在对面的对岸不能吃播，看我们台湾。这个吃完，明天早上还有一间肉羹，明天再过来吃肉羹啊！爱在大南澳很棒，退房时间不是9点，11点，中午11点要起来就好，哇，好赞，可以这样睡个爽。到底部的肉羹还是这么大块，这样多美。
哦，第三包来啊！嘿 ，Hello，Hello， 江丽，嘿，已经吃到最后一包了，三包了，哦，最大包面线，肉跟面线，各类，料刚刚买好了，每天都帮查理王业配，第三碗了。这林场肉棍真的很赞，哇，肉超大块的，肉超级大块，哇，这一摸，这一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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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好，它都刚刚好，它煮的量都刚好一个碗。好，林场肉棍最后一碗，最后一碗哦，这期肉跟面线，你看，哇，那个，它煮的量都刚好是这样一碗。肉羹给的超多，肉羹给超多的，哇！哦，面线那的，那还叉冰混，像那个米线很粗哎，这面线很粗哎，小个抽哎，吃起来很有口感，吃起来很有口感，哦。宜兰很多跟我们台中不一样，很特别。我们这样很细，就以为这个面线，他们的面线这样像米线一样，不错啊。然后满满的肉羹，哦，巨棒呀！哇，还有抽啊，诱人诱人。想不想赶快杀来北？杀北人来宜兰啊！哇，整个到下面都还是肉羹，连续吃三碗肉羹，一碗才40-40位，非真的很便宜，真的便宜。秒杀，三碗秒杀。林场肉羹的地址在罗东镇中正北路109号，罗东镇中正北路109号。这里礼拜三休息啊，平日7点到晚上6点，林场肉羹展。这是一些网络上他们拍的照片，哦，网络上拍的照片，宜兰罗东林场肉羹。刚你们看到三碗肉羹，那个已经是一个小时前去包的，哦，刚刚这样拿回来还是温的，不错。不管是那个米线，哇，那面线吃起来像米线一样，那口感很好，就搓。双日双横，今天北横，明天中横，明天就回中横，一路回台中了。大卫，其实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